來扎鐵工程，禮頓是判了給一間公司，但就不是中科，是另外一間。咁因為保密協議咧，唔講得個名。咁中科到底點解又會涉及喺傳媒嘅報導之中咧？似乎就係中科咧係指出咗有一啲咁嘅事情發生緊，提醒咗港鐵同埋禮頓去跟進嘅啫。咁我當然就越對於我個人嘅言論要負責啦。咁所以我喺呢度咧好慎重咁向中科。致以即係好真誠嘅協議，即係話雖然我係從港鐵嗰邊理解呢件事，但係估物論點嗰啲説話係我嘅口度講出嚟嘅，咁當然好多人唔知道就會得對中科嘅信譽有啲唔同嘅睇法啦，咁所以呢方面咧我係需要澄清嘅。咁呢方面就同即係大家講清楚，我會遲一步再同港鐵去跟進，點解佢哋好似唔同人可以有唔同嘅理解嘅咧？對於同一件事，近來都好似發生好多事故。Okay?